谢谢嘉义国中舞蹈班三年级同学优美的舞蹈表演。奔驰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。这时候，如果有人为我们加油打气，为我们战争，常常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。在场的选手们一定很能体会，比赛时有人为你加油，会更加卖力表现。是的，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是由嘉义高商啦啦队带来的青春活力 ，Go Go Go。 啦啦队是讲求团队精神的运动，队员们利用课余时间训练自己的基本能力，在体操动作、舞蹈肢体训练方面要求是非常的严格。表演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，却是队员们挥洒汗水、辛苦训练的成果。加上啦啦队今天要为我们舞动活力，跃出生命力，绽放青春与热情。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由张梦长老师、余嘉贤老师、陈忠蔚老师指导的。 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很强大的肌耐力来。
有一个很强大的信任感，所以非常非常的信任。可以说是上上下下总动员，不仅各。